酱料老足了。这是被我加热半分钟。巧克力相当细腻了，厚的，来，给你咬开一口。看看这酱，满满当当的巧克力酱，看看，馅儿都要满满的，馅料老足了。29.9，发6个。看这巧克力超级细腻，看着馅儿，馅儿老足了，这是被我加热了1分钟。超级好吃的。吃过咱家香肠包的宝贝，帮我评论一下。
都是现做现发的啊，土耳其20天。看这巧克力，这馅夹的老多了。擀面包被我夹热的，里边全是巧克力，你这面包老好吃了。吃的有点太埋汰了。这面包加热以后更好吃啊。很香，但是一点都不腻不甜。再来半拉没吃够。看这酱可多了，后它这个里边就会爆浆，给我们掰开一个看看啊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哇，好烫手，看看。里边是巧克力，这是纯可可脂。嗯，烫嘴了。在咱家29.9块，我给你发6个啊。它的口感是微微苦，不甜啊，一点都不甜，味道嘎嘎正。我这有点加热过劲了，加热时间有点长了。你要想让它爆浆，可以在你家没有微波炉的情况下，用你家蒸锅给它蒸一小会儿就行。嗯。料嘎嘎足，好烫。